接下来这个活动好吗？连麦克风也没有声音。好了，大家都注意到了，我们现场整个灯光已经暗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边又排了 LV 四个字，同时呢，在大家的手上都拿着闪亮的这个荧光棒，还有小提灯。是不是我们先把它提高，让大家看一下？月亮出来了，大家听得到吗？我们把提灯跟这个荧光棒把它提高，把手举高，让大家来看一下。待会我们要提到，我们主持人要说，我们。